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,尼,尼佛。好，请放掌。 呃，请打开一百八十四页，呃，第四行啊，第四行，呃，第四行上面说“供给所需，铸成道业”啊。前面第三行下面说：“或造经房禅寺，或施花果园林，供给所需，铸成道业。”啊，这是布施了啊。 再来说，习知办安禅道侣，自天月自然，日己诵经沙弥或总持第一。哈、啊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过去啊，曾经啊，哈、啊，知办安禅道侣，哈、啊，这个呢，知办可能是呃人人的名字吧，哈、啊，或者是说他专来办理这个呢安禅道侣啊。 安定人家修禅呐、啊，啊，然后自天乐自然，这、就是他的果报啊，导致他这个天乐自然啊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因缘呢、啊？只有看这个呃不晓得啊。那么主要就是说他能够安禅道理啊，能够安置呢大家修禅啊，帮助人家修禅，所以导致呢他天乐自然。 再来说日己诵经沙弥或种子第一哈、啊，日己诵经哎，就是说每一天呢、啊，呃，供给人家诵经法师的这个沙弥呢，啊，他是做侍者了啊，每天呢，啊，这个护持这个诵经的法师诵经，所以叫做日己诵经的这个沙弥呢。啊 或总持第一啊，他得到这个总持啊，总持就是能够总持一切佛法啊。那么表示说，这个沙弥虽然自己没有诵经哈、啊，那么他供养这些法师诵经啊，护持这些法师诵经，那么他自己呢也得到这个佛法的智慧啊，佛法的总持啦。哈、啊。大报恩经云。 若以饭食璎珞诗人，除去嗔心啊！如果我们以饭食呢？啊，就是饭饮食啊，然后呢来璎珞啊，来布施别人啊，璎珞就是种种的庄严句。啊，除去嗔心啊，能够去除嗔心啊，以是因缘获得二相啊，因为这个布施。 饮食的因缘，能够得到两种相：一者金色，二者藏光。啊，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是金色相；二者藏光，就是说身体会会发光，啊，会发光。啊，那么我们人凡人呢，身体是不会发光的，啊，那么天人身体就会发光啦那么当然佛菩萨，呃，就更不用讲，啊。 当然也有祖师啊，他们会发光的啦，啊，也会也有祖师啊，啊，会发光。那么这个，比如说过去在这个记载当中，曾经有一个法师啊，啊，讲经讲到很晚的时候，讲到天黑，不知不觉天黑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大家都看不到字了，那那个法师手一伸出来就放光。 啊，那么他手有手这样手手掌放开来就有光，啊，那么这是他的果报了，哈、啊，那么大家都觉得很惊讶，哈、啊，那么呢，我们如果能够布施的话，将来呢就有这个光，啊，乃至扫塔涂地，几世众生起功、敬心，成因种业，啊，乃至我们来扫这个塔啊，啊，塔就是佛塔啦、啊。 啊，一现在讲说佛寺啦，寺院啊，那么徒地啊，啊，就是把这个地呢整平啦、啊，叫做徒地了啊。如果用现在话，就是啊，现在的话，现在没有地可以涂啦，现在大概拖地板了哈、啊，拖地板，扫塔、涂地、济世众生啊，做这个大众生的侍者啊，起恭敬心，成因众业。 啊，我们起这个恭敬心啊，成就这个因重的业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啊啊，能够供养或者是扫塔扫地啊，或者是呢护持这个法师，那么要起恭敬心啊，能够成就我们这个因重业啊，成就这个很沉静的啊恭敬的业。 发一念之为善，成无边之净缘。啊，我们发一念的为善，啊、呃，些为的善法，成就无边的净缘。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有这个因缘呢、啊，能够呃做这些善法的时候，啊，要有这个恭敬心，啊，虔诚心，啊，千万不能起分别心，啊，不要分别说。 啊，这个事情如何？这个人如何？那个如何？这样对我们没有好处啦啊！如果我们真正起恭敬心，都有无边的这个善缘。菩萨本行经云啊，其佛在世时有阿罗汉婆多杰里啊，他的名字。那么观音地观他的因地的时候啊，这个阿罗汉叫做婆多杰里啊，那么他观他的因地。 曾经呢，扫扫定光佛古塔啊，就是说他过去生呢、啊，曾经扫这个定光佛啊，定光佛有时候经典叫做燃灯佛啦，啊，就是燃灯佛，《金刚经》说燃灯佛了啊。这个人曾经呢啊，扫过这个定光佛的古塔啊，他的塔啊，然后诸法草木言尽以气。 踊跃欢喜，绕之八扎作礼而去。啊，他过去生曾经啊，扫这个塔啊，诸法草木啊，就是说这个塔可能长了杂草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他就呢除这个杂草草木啊，啊，木就是说长了一些啦杂草杂木啊，啊，他看到这个古塔啦，那么。 很旧了，没有人打扫，所以他就把他那个草木啊整理干净，严禁以气啊，把附近的草木都割得干干净净。以后永跃欢喜，绕之八扎。啊，那么扫得很干净以后，他很高兴，绕佛呢八扎就是八圈啊，绕这个佛塔走了八圈啊，作而去，然后呢就顶礼而去啊。 这个是过去生的因缘，曾经在定光佛啊做这个功德，命中之后生光阴天啊，那一辈子啊往生以后啊，就生到这个光阴天啊，光阴天就是二禅天呐啊,啊，光阴天近期天寿乃至百反作转轮圣王啊，那么天人的寿命结束以后啊啊。 乃至百返坐转轮圣王啊，百返就是一世来到人间做转轮圣王，然后呢又一世回到光阴天去，光阴天又结束又回到人间做转轮圣王，这样一百次啊，百返来去啊往返有一百次，就天上人间天上人间呐啊,啊，因为少了这个佛塔以后啊啊。 颜容端正，见者欢喜啊！那么做转轮圣王的时候，颜容端正啊，很端正，见者欢喜啊，见到的人呢、啊、都很欢喜。然后欲行之时，道路自净啊，他想要出门的时候，这个路啊自然就很干净啊，这是他的福报啦，因为他是转轮圣王嘛啊。那么就像我们现在啊，如果我们是是国王、是总统啊。 那么有人都会帮我们控制红绿灯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塞车啊。那么呢，这个他呢，这个转轮圣王，他要出门的时候啊，道路都很干净啊，就是因为他过去啊，曾经扫这个佛塔关系。九十劫中，天上人间，富贵尊荣，快乐无极啊。那么在九十劫当中啊，不是在天上，就是在人间。 啊，富贵尊荣啊，很富贵，尊贵啊，非常的荣耀，快乐无几今最后生值释迦佛舍豪出家得阿罗汉。那么今天最后生的时候啊，啊，遇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然后舍豪出家啊，舍这个豪贵啊，豪贵就是说。 他今生来到这个人间也是很有很很有钱呐、啊，生在富豪之家所以叫舍豪出家，得阿罗汉啊，正得阿罗汉果。这个是阿这个阿罗汉他过去的因缘啊，所以呢，他曾经扫这个定光古佛的塔啊，那么得到这个果报啊，当然呢，扫了以后要很欢喜哦啊，欢喜哈。啊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少了大殿、少了佛啊、佛寺啊，要很欢喜啊啊，不要一边扫一边抱怨哦啊，拢我哩做拢无做，啊不然就是说哦我哩做个掉，反而俺哩不唔掉啊，这个又不如法，那个又不对啊，这个又是没扫干净啊，这个也没妖者。啊，那么这个呢就是起烦恼了。啊，我们应该很欢喜啊，就能够像这个。 这个人过去生这样子啊，乃至今天正阿罗汉果啊。再来说，若有人能于佛法生少作，为善如毫法许啊，所生之处受报宏大，无有穷尽啊。如果有人能够在佛法生三宝当中少作为善，就是稍微啦，做一点点的善法啊。 如毫发许，像这个呢，毫毛头发这么少，哈、啊，的一点点善法功德呢，所生之处，受报宏大，无有穷尽啊。那么我们呢，所投身的地方，受的果报很大，无有穷尽啊。那么照这里说，我们在三宝当中啊，修福啊，只要一点点啊，果报都很大啊。 所以依照经典里面说，我们能够遇到三宝呢，就是呢我们的大福报。何况能够在三宝门中里面呢做这些功德善法啊，那么这些利益呢都是无量无边啊，无有穷尽的啊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经呢啊，就知道说它有这个功德。下面说正法念经云啊，这个正法念经说。 若有众生静心供养众生，扫如来塔、啊、如果有众生、啊、能够清净心来供养大众生，众生就是大众生啊。然后来扫这个如来塔啊，就是佛的大殿呐、啊，佛塔呀、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恭敬心、清近心来供养，命中生意乐天啊，异乐天就是化乐天呐啊。啊 意乐就是说，我们意念想什么就来什么啊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意乐天了、啊、哈、啊。就是说，心里面想什么啊，就受什么快乐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意乐天啊，也就是化乐天。我们想要呃饮食就饮食，想要音乐就音乐，想要什么样的啊快乐就能够马上呢啊有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意乐天。那么命中以后升到这个意乐天、化乐天。 身无骨肉亦无污垢，啊，这个身体里面啊，没有这些骨肉啊、血肉啊，也没有污秽，啊，没有这个脏污的这个身体的这些种种的污垢。香气能熏一百有寻，我们身上有香气啊，因为呢，曾经供养大众生嘛，啊，那么曾经扫这个呃佛塔啊。 那么香气也能够熏一百有旬啊，其身净洁犹如明镜啊，他的身体啊很清净很洁净呢，就像这个镜子一样啊，因为天人的身呐啊,啊没有这些污垢啊，那么所以说我们在三宝里面修的福啊啊就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再来说。 《不法传》云：有一比丘啊，居多啊，观其无福，不能得道啊。有一个比丘叫做居多啦啊，那么呢，看到他没有福报啊，不能够得道，不能够证阿罗汉果了哈。令、啊、教化共生，变正罗汉果啊。因此教他呢啊，教化他要供养大众生啊。 便呢正阿罗汉果啊，一百八十六页，正得阿罗汉果啊。那么又有罗汉名其叶多啊，这个罗汉叫做其叶多，具三明六通啊。那么他既有这个三明六通，就是有神通了啊。正阿罗汉果也有这个六种神通，关键前身乘坐狗身啊，看见他自己。 过去生呢，曾经做狗啊，未曾占得一饱，常忍饥渴啊。那么这个依照这个记载里面呢、啊，就是说他过去生啊，曾经做狗啊，而且他做什么狗呢？未曾占得一饱，就是说他这个狗一出生以后啊，就没吃过一顿好饭呢、啊，没有吃过一顿饱的。 生下来就这样子呢，饿饿到死。生下来饿饿到死，他做了五百次的这个流浪狗啊、哦，生下来就没有一顿饭吃到饱啊。他、哦、自己发现过去生做这个狗啊，哈、哦，所以未曾暂得一饱，常忍饥渴，常常呢、啊、忍受这饥饿、口渴啊、哦，也没有水喝啊，也没有饭吃啊。哦 所以呢，他知道过去生没福报，睡美工自直串啊，供给众生。所以他知道过去生没修福啊，所以他这辈子啊，就工字直串。工就是亲自啦，啊，串就是呢，啊，一定要找个的串呐，啊，或者是说啊，这个呢，直串就是说亲自下去煮饭了，啊，亲自下去煮饭。 烧火煮饭啊，那么呢，因为他过去生啊，知道说他没福报，曾经做狗啊，很可怜，所以这辈子啊，他就亲自啊来烧火煮饭来供给众生啊，供养这个大众生啊，供养大众生啊，那么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能够在三宝里面修福啊，他的功德很大。 那么如果没有供养三宝，没有供养诸佛啊，那么我们的福报就不具足啊。所以这个永明延寿大师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能说只有说啊，我来求智慧啊，或者是我来呢啊得到这个修禅定，那么我不修福啊，我也不跟大众结缘，我也不付出，也不奉献啊。 那么这样子呢是没办法，像刚才有一个人呢，没有福报，不能正阿罗汉果啊，所以叫他要供养大众生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呢、啊，呃，能够供养三宝、亲近三宝，我们每天呢、啊，每天呢、啊，都应该觉得很欢喜啦啊。如果我们有这种因缘的话啊，像刚才那个人呢、啊，扫一个塔啊，啊绕佛八扎以后啊，啊。 那么他就能够得到那个果报，又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啊。那么我们呢，每天每天呢、啊，如果有这个因缘，能够供养三宝啊，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啊，功德福报都很大了啊。那么呢，将来呢，像刚才那个人都可以证阿罗汉果啊。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呢、啊，我们这个功德啊，都能够往升级的世界啊。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往升级的世界啦，功德呃都有具足啊，但是就是要有信心呐啊,啊，所以这个福报呢啊就是这样累积的啊，再来呢大报恩经云，思维诸法甚深之意，乐修善法啊，呃思维诸法甚深之意啊啊，我们要思维诸法甚深之意啊，甚深之意呢。 啊，我们说有缘起啊，有空性啊。那么空性也不离缘起啊，缘起也不离空性啊。如果圣身之意只有空性，那么要知道空性也不能够离于缘起啦。啊，我们虽然有佛性，但是呢不修是不能得的啊。每个人都可以明心见性，但是呢如果不修的话，不能成佛啊。所以呢，思维诸法圣身之意，然后呢。 乐修善法啊，《金刚经说》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个就是圣身之意了啊。然后呢，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就是乐修善法啊。所以虽然思维诸法圣身无我之意了，但是还要乐于修一切的善法啊啊，也是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 啊，才能够成佛啊！啊，不然的话，顶多呢就是像这个罗汉这样子哈、啊，再来说供养父母、和尚、师长、有德之人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要乐于修善法，我们要供养父母啊，要孝养父母，还有和尚、师长，还有有德之人啊，有道德啦，有德性的人啊。 这个是供养呢，这个和尚、父母、师长、有德之人。那么再来说，若行道路、佛塔、生房，除去砖石，即次不净。啊，如果呢，在道路当中啊，我们在走的道路上面，或者是在佛塔身、僧房啊，我们能够除去砖石啊，我们能够除去这个。 呃，道路当中啊，让人家跌倒受伤的这些砖块啊、石头啊，啊，或者是这些棘刺不净啊，这些荆棘啊、啊杂草啊、啊这些不净的啊啊东西，把这个路弄干净呢、啊，啊，以是因缘得三十二相中一一毛右玄象啊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，就能够因缘当中得到。 三十二相当中有一个相叫做一一毛右旋相啊，这个佛啊身上的毛都是向右绕旋的啊，这样子绕啊。那么，比如说我们这个阿弥陀摆好宛转五须弥呢，这个呢啊摆好也是这样绕，然后缩起来的时候是在额头啊。那么呢，如果拉起来的时候呢，可以垂到这个脚啊，这个摆好很长哦。 拉出来的时候呢，可以垂到脚，啊所以呢，依照这个以前智者大师的说，如果佛像有一丈六尺的话，这个摆好有一丈五尺，啊，所以这个摆好卷起来的时候呢，就在眉间，啊，如果摆好，因为又绕旋转，如果一拉出来的时候，呃，这个摆好可以拉到脚底，啊，有一丈五尺了，啊。 那么这个叫做一一毛法都有右旋相，这个是在这个智者大师说，如果我们观摆好玩转五须弥的话，啊，就是观这个摆好，它是这样子啊，那么长啊。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不会观呐、啊，啊，不知道佛到底是摆好是长什么样子了哈、啊。但是看看这个呢，经论里面讲啊，摆好就不这么长啊。 那么呢，这个我们如果有这种把道路当中啊这些不净的东西、砖块、石头啊取出去的话，那么呢，这一一毛法又玄相得到三十二相啊，乃至看病愈身啊，看病就是照顾病人呐啊,啊，当然看病是应该是算照顾病人呐啊，啊而不是去看病人啊。 看病人啊，啊，这个看病应该是照顾病人，不是看病人哈、啊，看病人的话，有时候病人啊，太多人去看他也很累啊，对不对哈、啊？每个人去都要跟他解释。我的、就是安哦，吃开后都会拔豆了哈，阿廖将弄掉，你要安怎了哈、啊？啊，大概拢去拢讲一摆啊，我去到拔豆拢讲一摆。我哩我哩先古经拔豆讲一摆、啊。啊。每个人呢、啊，亲戚朋友、叔叔、伯伯、阿姨，下底阿去。 那供几拜，那供养我啊、哦！我看病人都是这样吧啊、哦。那么看病是指照顾了哈，照顾病人。浴生，啊，生就是供养这个出家众啊啊，沐浴啊啊。那么以前呢、啊，沐浴比较不方便呐啊,啊，那供养人家沐浴啊啊，算是很很不简单呐、啊、哈。啊 然后呢，意井清澈啊，浴井就是凿这个井啊，给大家用啊，公用的啦，叫做意井啊。清澈就是做厕所啦，啊，做茅房厕所啦啊。那么表示说，我们每个人呢、啊，做善法啊，有很多种啦。啊。有的是照顾病人呐、啊，有的是帮人家建浴室啊，啊，或者是建茅房啦、啊，或者是挖这个意井啊。 啊，扶为整集，既用被死啊。那么扶助这个危险啊，拯救急难啊，啊，即用被死啊，啊，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既用的东西啊，储存起来啊，等待这个时节因缘啊，啊，来帮助众生。皆大菩萨之心，成不思议之行啊。 那么都是菩萨之心呐、啊，都是不可思议之心，利他即重，得果偏生、啊。呐。啊，利他的心既然是很重，那么得到果报当然也是很深的。啊，那个是真正发菩提心要去利益众生的，或永受坚固不坏之行，或常得清净向好之体，啊 我们得到果报啊，就是得到永远受到这个坚固不坏的形体啊。那么所受的果报，色身啊坚固不坏，或常得清净向好之体啊，得到清净向好之体啊，这是果报。或往生佛国甘露之界啊，往生佛国世界啊啊，甘露的世界啊，或顿或清安自在之身啊。 我们得到这个清安自在啊，啊，身心清安快乐啊，啊，这个呢帮助别人啊得到的果报，皆三十二相之树因呐、啊，八十种好之妙果啊。那么所以说啊，这个经论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啊，三七修福慧啊，那么还要百劫修相好啊，这个都是我们相好的因啊。 这里说都是三十二相的殊胜因缘，啊、呃，都是八十种好之妙果，啊，那么我们能够这样子利益众生啊，啊，三大生其且修福修慧啊，最后还要一百大劫呢，一百劫来修相好，啊，那么所以说啊，我们这个佛就是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啊，一切的善法都要去做。 啊，能够利益众生的结善缘的，对众生有利的啊，我们有有因缘有机会啊，都应该努力去做。这都是我们将来成佛的向好的因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因，将来就会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妙果啊。所以不要说这个轻视这些啦啊，当然有的人呢、啊、会以为说。 啊、呃，我们学佛啊，是以修智慧为第一啦。当然，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啦。但是呢，佛成佛不是只有般若波罗蜜啊。如果只有般若波罗蜜，就不用讲布施波罗蜜啦持戒波罗蜜啦啊、呃，就不用这些慈悲喜舍了啊。所以呢，佛法要圆满，就是要福慧两足啦啊，万德庄严啊。 啊，六度万行呢，全部都要修啦。啊！所以，我们呢是以成佛为目标啦。啊，不是只有以开悟为目标了啊！所以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以成佛为目标，不是只有说我要行没开悟呢，万行没开悟呢，我要被打折，我要修智慧，我以开自己的智慧为目标啊！那么，有的人是想说，我希望能够解脱我的生死啊。 我希望我断我的烦恼啊！我希望我能够得智慧啊啊得解脱啊！那个是以自己来做目标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能够啊、呃、有因缘、有时间，也修这些万善啊，这些福德，把它当做我们成佛的目标啊。我们成佛当中,中一定要记住这些啊！你既然就算今天能够开悟了啊，那么能够解脱了。 为了将来要成就佛道，还是要再修这些啊，啊，所以说三七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哈啊。我们如果用欢喜心做啊，我们用恭敬心做，我们也不用觉得自卑啊，也不用觉得不足啦啊,啊。当下呢，能做的，我们随我们的因缘就去做啊，欢喜心做，恭敬心做，这就是我们成佛的因啊。 啊、哦，就不要担心说，哎呀，我们在该做呗。啊，我会不会开智慧？我會不会开悟啊？啊，会不会怎样怎样啊？啊，我好像不如人家，人家有禅定啊，人家有智慧啊，人家有什么？那么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。如果我们现在的因缘就是做这样的工作，我们就好好的做啊，努力的做，清净心的做，恭敬心的做啊。那么呢？ 包菩提心做，那么也是成佛的一个因缘呐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啊,啊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修行的方式啊，各个不同啊，啊，那么主要是我们能够肯定自己啦，啊，不要说这一山望那一山高啦，啊，羡慕人家不见得是呃有什么好处啦，啊，我们把我们的本分呢、啊、做好就好啊。再来一百八十七页说。 大方便佛报恩经说：三业清净，占病施药，破除骄慢，饮食知足。啊，以是因缘得三十二相中平立相。啊，三业清净就身口意三业清净。啊，我们如果能够啊平常时啊身口意清净啊，然后占病施药啊，沾病就是照顾啊病人呐、啊。 啊，那么施药啊，施给他药啊。我们现在照顾病人，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照顾病人啊。我们会遇到的病人就是家人嘛，父母啊，长辈啊，啊，或者是这个兄弟啊，啊，跟我们有缘的人，我们才会去照顾他啦。啊。那么如果有这个缘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照顾啦啊，照顾我们的父母啊，或者是夫妻啊。 那么这都是我们的这个修复的机会啊，沾病施药啊，破除娇慢啊，所以我们照顾病人呢，就会学习啊，照顾病人也会学习到东西吧啊，学习到一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啊，了解别人的需求啊，他的想法呀、啊、观念呐、啊，甚至啊，破除我们自己的这个我慢啊、我直」啊，因为哈、啊。 那这里说破除焦嘛，因为病人心情很不好，对不对？好时好时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身体也是时好时坏啦，心里也是呢起伏不定啦。哈、嗯，所以呢，有时候照顾病人也是蛮挫折的，也是蛮折磨的，也是很难受啊。但是呢，我们都能够忍受啊，哈，因为病人有时候很无理啊。 啊，那么但是我们就能够破除，这里说破除较慢啊。我们针刺病人呢、啊，会有破除较慢的一个作用啊。然后饮食知足啊，我们自己啊知足，饮食能够知足，以是因缘得三十二相中平立相啊。因为这个因缘啊，我们得到三十二相当中的平立相。 频率项就是说手长及膝呀，哈，手啊到膝盖那么长啊，意思说佛的手很长。你看佛像的手哈、啊，他会画到膝盖吧？啊，有画到膝盖那么长啊，表示说过去啊曾经布施医药啊，布施众生，所以手有那么长到膝盖啊，这是三十二相之一啦啊。再来说福田经云。 啊！佛告天地，啊，我习于波罗奈国安设清澈。这个佛跟天地啊，第四天说哈，我曾经在波罗奈国这个地方安设清澈，安设这个厕所啊，可能是公共厕所吧，或者是让大家用啊。原始功德，世事清净，累劫行道，秽染不污啊。 那么因为这个因缘呢，我世事啊，这个身体呢都很清净，啊，因为我曾经呢布施这个啊厕所，所以我们世事啊都很清净啊。现在我们都没有布施厕所啦但是我们也可以打扫厕所啊，打扫厕所。所以这里说世事清净，释迦牟尼佛说，过去啊，我舍利以后啊，那么可能舍利以后要打扫哈。啊 所以我得到这个功德啊，我事事呢身体都很清净啊，累劫行道，会染不污。好、啊，我累劫以来修行的时候啊，这些污秽的东西啊，都不会污染到我的身体啊，不会说啊，为人就说出去啊，叫啊棒晒啦，啊无出去啊，叫人恰喷掉啦，啊喷掉水落雨了，叫破嘴啦，对不？ 那么人家这个这个佛说哈、啊，世世都不会遇到这些脏东西，啊，或者是现在有的人呢、啊，啊，遇到这些污染的环境呢、啊，再来说金色晃欲成垢不着啊，我的身像金色啊，晃就是发光啊,啊，我们金色身体发光，金色闪耀啊，欲就是像太阳一样啊出来，成垢不着。 啊，污垢不会着在身上啊。这个我们现在说纳米的科技了哈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不会呃沾这个尘垢了哈、啊。所以如果有一粒沙啦沾到佛的身上，它会从啊肩膀上一直滚滚滚滚滚滚到地上啊，不会沾在身上了啊。所以呢，十字消化无便利之患啊。然后呢？ 我因为布施啊，打扫厕所以后啊，我吃的东西自然消化，没有便利之患啊，不会有这些大小便啊啊。什么叫便利之患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呐、啊，说哎哟肚子痛啦、啊，肠胃不舒服啦、啊，不通啦、啊，大小便啊，便秘啦啊,啊结石啦哈，啊這啊、在都各种累积哈。那这样让我这种的肠胃道的，比如说胃溃疡。 啊，那么消化系统的问题呀、啊，排泄系统的问题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他因为呢，不施这个厕所啊，扫厕所就这种功德啊，这是佛所说的啊,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做这些啊，都有这个果报啊。再来说《百元经》说，孙陀利比丘过去做长者，因被伴相随早遇众生啊。 因为他过去做长者啊，啊，那么他准备这个香水，早育众生啊。因为以前呢、啊、的时代啊，这个比丘在外面拖波行脚，树下住啦。啊，那么顶多到河边洗澡啦。以前呢，没有什么浴室啦，现在当然是比较好啦。啊。我们不要说多少年前，我们五十年前呢、啊，也没什么浴室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有浴室啊，水龙头、浴缸啊。 啊，莲蓬头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以前的人要洗澡不是很简单呐、啊，哦、啊，要有这个浴大的浴池啊，啊，以前有浴池，大概就是像这个杨贵妃他们那种啊才有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唐明皇他们有浴池可以洗澡啊，有人帮他烧水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呢，怎么能够洗澡？怎么不能自己啊去烧水？所以呢，这个过去他做长者曾经伴香水澡浴众生。 就是他很有钱啊，他家里有浴池啊，啊啊有这个热水啊，啊能够供养这些出家众来洗澡，然后赋予珍宝投资水中啊，然后在水池当中啊，澡堂里面呢、啊、又放入珍宝庄严啊，那么金所生之時,时，所以过去生呢、啊，他曾经这样子供养出家众洗澡啊。 现在不用了，现在不用请师傅到你家洗澡哈、哦。那个，现在每个人到家里都有都有浴室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以前是没有了哈、哦。那么，所以金所生之时呢，啊，金是生的时候，社内自然有一涌泉，香水冷美哈、啊。他一出生的时候，他的房子就冒一个涌泉出来哈、啊，香水冷冷美，这个水很香甘甜啊。 又很冷啊，又很甘甜啊，清凉啊。然后有珠珍宝充满其中啊，有种种的珍宝充满在他的房子里面，端正书庙后出家得道，而且他出生以后啊，长得很端正啊，很殊胜很微妙，后来出家得道啊。所以依照佛经啊所讲啊，其实。 我们每一件事情啊，都有它的因缘呐、啊，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啦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、啊，能够在三宝当中遇到三宝，或者是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佛法，呃，知道怎么样去呃孝养父母啊，奉事师长啊，跟大家结善缘呐、啊，怎么样去啊诵经礼佛拜佛啊，这都是过去生所修来的，啊，那么今天呢、啊？ 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果报啊，能够继续的修啊，这也是过去生的福报啊，福报，那么才能够得到这样子啊啊，所以每一件每一件都有它的呃缘起啊。再来说咸鱼经云：喜有五百古客入海财宝，古客就是做生意的商人呐啊,啊，过去有五百个这个做生意的商人入海财宝。 啊，他们要到大海去采这个宝，请一五届优婆社用作导师，请一个五届受五届的优婆社，啊，男众来做他们的导师啊啊，可能这个五届优婆社，他有道德吧，而且他也对这个大海也很了解吧啊，也知道怎么行船呐啊,啊。那么海神取水呢，一举而问之曰啊。 他们去海中取宝的时候，遇到这个海神呐、啊，这个海神呢就取这个海水一橘，啊，取水一橘，一百八十八元，一橘就是呢啊，用手捧水叫做橘。啦啊，比如说我们双手啊这样子捧起来叫做一橘。啦啊，掬这个水啊，那么用水一橘，啊，捧一个水来问之曰啊问。 这个海神就问这个五戒的优婆塞，他说：“局中水多，海水多耶？啊，是我手中所举取的这个水比较多，还是海水比较多呢？”啊，这个海神就问这个优婆塞啊，五戒的。然后贤者答曰：“啊，贤者就是说这个受五戒的啊，优婆塞，他说局中水多啊。” 你手中所举起的水比较多，哈、啊，下面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海水虽多，节欲进食必有枯竭。若复有人能以一举水供养三宝，啊，或奉父母，或盖贫穷，给予禽兽，此之功德力竭不尽，啊，这句话是到这边了。 他说：“局中水多，就是你手捧起来的那个水比较多啊。双手捧取的那个叫做局啊，啊，你双手捧起来的水比较多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：海水虽多，海水虽然很多啦啊，但是呢，节欲尽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节沉住坏空啊，这个节末的时候呢，那么将要结束的时候呢，必有枯竭，海水一定会枯竭。” 啊，因为我们到最后的时候火烧出产那么呢，这个海水一定会枯竭了啦，哈、啊。那么所以海水虽然很多，但是也会有尽的一天哦、啊。若复有人能以一橘之水，一橘水，如果有人啊用一捧的水哈、啊、来供养三宝，哈、啊，一捧的水虽然很少，我们拿来供养三宝，啊。 像我们用一杯水供养三宝，也不到一一局的水，对不对？一掬双双手一捧的水还蛮多的。如果用一杯水啊，那么就不到一掬水啊，来供养三宝或奉父母啊。这个水啊，我们虽然捧起来很少，我们来供养三宝啊，或者是来奉侍父母啊，或盖贫穷，或者是给这个贫穷的人呐、啊，他没水喝啊。 我们给它水啊，或者是给予禽兽啊，看到这些呃这些这些动物啊、野兽没水喝啊，我们不施水给它喝啊，以此功德力竭不尽啊，我们这个功德啊是呃这个无穷无尽的，所以说以此言之，之海水少，举水多啊，所以我用这个道理说啊，海水比较少。 嗯，所以你捧的水呢，你所举起的水啊，是比较多啊。因为他问他说我，我我手上捧的水比较多，还是大海水比较多？啊，那么他就说你捧的水比较多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捧的一捧水能供养三宝啊、父母啊、乞丐啊啊，或者是这些种种的动物啊，那么功德无尽啊。大海水虽然很多啊，到了晨住坏功的时候也会干掉。 啊、哦，所以下面说海神欢喜啊，这个海神听到很欢喜啊，很高兴。哎，讲的话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啊，给以珍宝用赠贤者，所以用这个大海的珍宝来呃赠予这个贤者啦。啊，这个五界的优婆塞啊，因为他们要去大海取宝嘛，啊，遇到海神啊，已知一切万物。 唯应济急利时，如若不用，虽多无益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切的万物啊，唯应济急利时啊。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啊，应该是要来救济急难啊啊，利益当时啊啊，十践因缘当中啊，可以利利益众生的。如若不用，虽多无益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用啊啊，虽然很多也没有用处啦。 就像大海水那么多、啊，没用啊，最后也会干掉啊。如果我们用一捧的水供养三宝一切众生啊，那么福报无穷无尽啊，到下一劫、下一劫、下一劫都用得到啊啊！所以一切的万物啊，最重要是要用啊啊，东西没有用就没有利益了啦啊！所以说一切万物为因，聚及历史。啊，所以东西要有用了、啊。 啊，如果没有用，就不是变成垃圾了吗？啊，堆积的东西啊，放在家里没有用，那不就是放在仓库里面吗？啊，如若不用，虽多无益。如果用不上了，没有用利用的东西呢，虽然很多啊，没有好处啊。再来说啊，《金云》啊，若种树园林，造景侧桥梁。 世人所为辅昼夜长增长啊！如果我们种树啊，园林啊，比如说我们种树造林呐、啊，啊，让众生清凉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现在啊，啊，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说呃，鼓励大家种树啊，因为现在啊，全世界都在砍树啊，啊，听说亚马逊河啊。 啊，一秒钟可以消失像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森林呐、啊，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森林，那么一天呐、啊，一年呐、啊，这个我们地球的森林啊，一直在消失，消失啊。那么像中国大陆啊，现在不是很多灾难吗？他们就是一直砍树啊，啊，砍树做经济作用啊，或者是做畜牧业啊，啊，然后一直开发，所以我们现在。 地球的这些土石流啊啊，这些灾难很多啊啊，所以我们种树诶啊，造林，种树、园林、造井、侧桥梁啊，造这个井啊啊，让人家有水喝啊，厕所啊，桥梁。世人所为福，昼夜常增长啊。这个人呢所做的福报啊，昼夜都是在增长啊。 每天都增长福报啊！高僧传云啊，高僧传曾经里面说，道安法师啊，道安法师是这个晋朝的这个呃高僧呐啊,啊，好像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吧。那么这个道安法师啊，感圣僧语曰啊，因为他修行呐、啊、呃、啊，修得很精进啊，所以就遇到一个圣僧跟他讲啊，可能是菩萨吧。 跟他讲说，汝行解过人，子缘少福，能遇众生所愿必果。啊，你行解过人，你的修行啊你的知见见解啊，是超过一般的常人，你智慧是很够啦。但是呢，子缘少福啊，就是因为你福报比较少啊，所以呢，你应该能遇众生所愿必果。如果你能够呢。 供养这些大众生沐浴啦、啊，啊，就是让众生有一个沐浴的地方，让大众啊有一个洗澡的地方。如果你能够发心去做的话，所愿必果，因为你布施让人家洗澡啊，让人家沐浴啊，那么这样修福报以后呢，啊，你所求啊，希望正得的果报也好，或者是得到了智慧啊，修行呢。 那么你所愿的呢，必定能够果就是圆满。那么就表示说，这个道安法师虽然智慧很高啊，但是福报呢，啊没有。所以呢，在修行当中啊，就有菩萨跟他讲，说你要修福啊。再来说，或平野坑堑开通道路，或照例传法心智桥梁啊。意思是说，平野坑堑啊。 那么平就是把它整平呐、啊，啊，也就是说啊，在处理啦，啊，坑堑就是说有坑洞啊，有坑洞，堑呢也是一个啊危险的这个山谷等等啊，那么坑洞，如果能够把这些道路当中的坑洞啊、危险的这些山谷啊，哈、啊，把它整平啊，开通道路啊，能够开这个让大家方便走的路。 或造立船筏，新制桥梁，或者是造这个船筏啊，让人家出入往来啊，啊，能够有船可以坐，或者是新制桥梁，或者制造这个桥梁啊，或于要到建造亭台，或在路旁栽植花果啊，或者是在重要的道路当中啊，建造这个亭台，亭台就是说以前的人啊。 啊，比如说要出门的时候啊，它有歇脚的地方、遮阳啊，有这个凉亭啊，啊，有这个这个高台啊，可以让人家休息呀、啊。或在路旁栽植花果啊，在这个我们马路旁啊，种这个花啊，种这个果啊，既往来之疲乏，被人助之所幸。既往来之疲乏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在 道路当中建这个凉亭呐、啊，啊，那么他们可以休息啊，啊，被人处之所行，把道路整理好啦，啊，种花果啦，啊，这些树啦、啊，树荫呐、啊，让人家乘凉啊，被人处之所行。六度门中啊，生发弘扬之智；八福田内，补运直济之心啊。 在六度门中生发弘扬之志啊，我们在六度啊、布施、持戒啊，乃至波勒当中啊啊，能够生发弘扬之志，呃，发起这个弘扬这个啊善法、弘扬佛法的这一个心愿啊。所以前面讲很多很多啊，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、啊。 啊、呃，种种的因缘，每个人做的不一样啊。有的看病人，有的做桥梁啊，有的把路整平啊，或者是做浴室、厕所啊，那么或者是布施水。整整呢，我们众生呢，每每天，如果我们真的去想一下啊，还有一些东西呢，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。我们不一定说啊，我们布施很多的钱、很多的精神、体力啊。 但是呢，能够有因缘、有机会啊，能够利益众生的啊，就算不要说我们刻意的布施啦，啊，我们说不计较啊啊，随缘呐，给人东西给人家结缘，那么呢，发一个善心、善缘啊，当做是我们成佛的一个修福报、修相好的一个因缘啊。如果我们布施的时候啊， 啊，虽然一点点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想到，说我为了庄严无上菩提，为了成就菩萨道，那么我布施的这一点水一点东西，我都回向无上菩提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也能够发起我们的善心啊，发起我们的愿力。那么当然也能够庄严我们这些福报果报啊。所以虽然是小事情啊 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回向菩提的话，就是我们福德的因缘呢、啊，啊，那么当然，如果我们不要说做什么事情啊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不妄失这个菩提心呐、啊，啊，不要放肆这个菩提愿呢、啊，啊，就算我们今天出门啊，等一下下课我不要闯红灯啊，我也可以发菩提心说。 我发菩提心，我不爱让人恐怖，所以我不爱闯红灯啊！愿得到无上菩提佛果，<laughs> 这嘛是咱做嘅搞，无咱哋冻未调，讲我唔归去啊！反正也无车来抢过啊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么想说啊，我庄严无上菩提啊，所以我唔闯红灯咯，我成就佛道啊，让众生没有恐怖害怕，我不要我被叭叭叭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也不要开得太快啊！骑自行车的时候不要靠人太近啊！ 不要让人家吓到啊！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庄严无上菩提啊,啊，所以善法都是可以做啦。啊。那么如果以这个呃菩萨道来说呢，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要成佛的啊，我是要行菩萨道的。那么我做任何一个善法，做任何一个事啊，我都没有忘记耶我的菩提心呐啊,啊！就算我们回去煮饭给爸爸吃、妈妈吃。 啊，公公婆婆吃，我们也可以想说，我不忘菩萨道的，我没有不忘失菩提心的，我煮饭给他吃，啊，为了要成就佛道，我做了这些事情，啊，不然我们会觉得很烦呐、啊，为什么弄歪里折啊？就像世间人呐、啊，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一个一个文章，也是很好玩，说他说人为什么一再犯错啊？重复的一个犯错啦。啊。 就是说他，他他是说一个事情啊，他说有一个有一个人呐、啊，他说他跟他兄弟啊两三个吧，三个兄弟啊，那么小时候都大家都很好，结婚以后啊啊，因为一些小事情啊，所以呢兄弟呢四十年都没讲话，没讲话，可能就是因为夫妻啊或者是兄弟啊，大家结婚有四十年没讲话啊。 然后他就说：“兄弟做了二十几年，然后有四十几年呢、啊，都不立功维。后来大家都七十几岁啦、啊，然后呃，就是这他也生病啊，他也癌症啊啊。后来大家兄弟都想说，为什么那么久了，三兄弟啊，很久都没有见面啊？生病生病呢，都快死啦、啊。啊！那么就由他的弟弟啊啊带他去跟他大哥见面呢啊,啊，见面呢、啊，大家一讲啊。” 讲一讲，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啊，讲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啊，大家讲的都讲的这个都情绪激动啊。那么旁边的人看了想说，奇怪，人很奇怪呢啊，明明兄弟呢二十几年都是为了那些小小的事情啊啊，为了说，给介告公向咩果，向外果，对不？介告公下人安怎啊？大兄安怎，小弟安怎？ 然后那些兄弟的情感呐、啊，统统都忘记了啊！啊那个人呢会写说啊，有一杠我，伊就想讲有一盖我即满想看嘛，我即满饲个囝后摆我这个囝，毋知安尼未吼？计较讲什么要甲我顾老母要顾老爸，无想顾几工，想顾几工，想爱出外地钱，计较这无、个，毋知会未？伊就想讲安尼啊，咱即满饲个囝后摆毋知多得即种代志啊。 真的啊，人都是在做这些事情，啊，每一代一代都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他的标题就是说：人为什么、啊、都一再犯这种错啦、啊？啊，犯这种错，啊，就是讲明早这未使啊，不应该啊，就是大家都这样做啊，啊，赌气啊，或者是怎样，不然就是计较啊，分别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不能这样子啊，就尊重烂理果，那么别再跟人计较。 不要在面计较什么啊！爸爸是谁在雇啦？妈妈是谁在出钱啦啊！如果我们没钱，那没办法啦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付不起，也没没有办法。如果我们真的付得起啊，就不要再讲这些的啦。啊，莫公斋啊，公斋的不是佛弟子啊，但是别成佛啊，所以我刚刚说，我们今天看顾病人啊，我们就把它当做我这个是要成佛的。 我发菩提心呐、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的都度了啊，那么自己兄弟姐妹啊还在那计较嘛，对不对哈？虽然的习用一直重复重复啊，这些东西小事情啊。哈、啊。那么我刚刚说啊，啊这些像永明延大师说的啊，造这些东西做了这些善事，最重要的是能够不忘记这个菩提心呐、啊。我是为了要成佛的啊。 我今天来打扫大殿啊，扫厕所、拖地板啊，煮饭呐啊,啊，或者是这个种树啊啊啊，或者是这个刚刚说沐浴众生啊，种种的，我们都想说啊，这都是庄严我的菩提的。我每天都在欢欢喜喜的行菩萨道。就算我们为小孩子做啊，他是未来佛，我们高兴做了啊，有缘做就做啊，他如果将来不高兴啊，我们就随缘了啊。啊 装作我们庄严这个佛道的一个呃修复的一个机会哈、啊，所以说每一个善法啊，每一个工作啊，呃都能够做我们的这个呃成就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一个因缘啊，我们要当作这样来做了啊，要当作这样来做，我们是要把它当作我是以成佛做目标的啊。 孝顺父母也是以成佛做目标的。那么跟众生结善缘，我们做的时候，所有的善事啊，都是以成佛为目标。乃至我们扫地啊、洗厕所，我们都以成佛为目标的啊，成就菩萨道的啊，不要不要说在那边啊分别计较了哈、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会成就我们将来的这个庄严相好。啊。重点就是像刚前面讲的很多事情。 这些人都是欢喜心来做，做了以后啊，啊、呃，他就做了这些这些事情，以后他就得到这些福报啊。所以欢喜心的，呃，去接受这些事情啊。那么恭敬心的去做这些事情啊。我们以成佛做目标来修这些善法功德啊，来这个万德庄严啊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回向啊。 所以你阿咪，你也无闯红灯的旋律当回向之类。我无，我无闯红灯，我今天也无闯红灯。所以，我这也当庄严我的菩提啊，让大家远离恐怖啊，远离颠倒梦想啊，大家都能够成佛啊。所以，就是虽然是一件事情啊，但是我们呃最重点是说，不要忘失菩提心呐、啊。啊，如果你我们不忘失菩提心，就能够像《华严经》进行品里面呐、啊。 当愿众生啊，当愿众生啊，当愿众生啊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么这样就能够早成佛道啊、哦。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想啊、哦，就能够自然就能够往生极的世界了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嗯